文明是一种能量，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能量。崇尚道统的华夏文明是宇宙的高能量，然而解读或者开启这种高级能量，非高维生命难成章，非善缘具足无以达。2015年9月9日，宁波市北仑国际金融中心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刚刚落户于此的几十副精美唐卡，吸引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爱好者。人们或是流连精湛的画工笔法，或是赞叹美轮美奂的艺术神韵。伫立于一副副精美的唐卡前，心如止水。文明的能量无处不在，无刻不在，不觉悟永远咫尺天涯，不觉悟永远对面不识。中国的商业文明走到今天，究竟是在物欲横流中奢靡的死去，还是在道法自然中艰难的重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单纯着眼于经济杠杆来解决经济困局，似乎总有头痛医头和脚痛医脚的狭隘。幸福不是物质的占有，幸福是内在精神的体验和感受。当完全被贪婪驱使的科技大行其道时，经济发展已经俨然成为人类铤而走险的一种游戏。欲望无法给予人类美好的未来，顺于天道、从于人道的智慧才是开启未来的重要之门。天下大同的佛教思想以及天人合一的儒家文化，为解决当下困扰全世界的经济难题提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解决方案。内敛含蓄的东方文明逐渐被视为突破危局的必修课。恰如北仑人把眼光投向了唐卡，似乎只有面对这些纯然的生命，才能够找到一隅心灵栖息地。然而解读唐卡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北仑人专程到访宁波慧日禅寺，拜请手持佛法的善知识点石成金。如果经济困局可以让全人类渐渐停下欲壑难填的脚步，转而追求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融汇人类各种文化精髓的佛教文化和东方文明，恰恰可以成为拯救人类走出危机的圣恩慈手。就像这里的一幅幅唐卡，穿越沉寂的历史长河，穿越人类纷繁的过往，诸佛菩萨关注我们的目光是那么深邃，那种微笑能够抚平我们内心种种不平的情绪，那种力量如此宁静祥和，如此光明透彻。唐卡展现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和表达，它是真理的结晶，无论何时它都等待有缘的人。讲座伊始，主讲人宁波慧日禅寺住持上传下喜法师娓娓道来蕴藏在唐卡背后的高级文明。到场的商界精英和文化学者在新闻中悟道，在商道中修德。我们现在坐在北仑的制高点啊，北仑金融中心
36楼。这个今天又是9月9号，刚才我们登到楼顶，然后我们开玩笑说今天是9月9啊，登高望远。哎，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叫财源滚滚达三江。刚才我跟我们碧云女士说，我们这个金融中心是财源滚滚统太平洋。北仑是我们中国非常好的一个港口，这个地方的吞吐量在中国是可以排到前几位的。这里在东海之滨，太平洋的东岸啊，所以这里在这个北仑的这个制高点上可以胸怀天下，这个远看世界。然后呢，哎，下面有这么多的人，中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啊，这里又可以服务这么多的人啊，所以有了胸怀，有了服务的动机，我们的金融中心，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坐到这里的每一位，肯定都被这个福光福星照的。这些唐卡我的第一眼看了之后肃然起敬，但在我的脑海里有另外一个镜头，在苍茫的大山啊，荒漠之中，人迹罕至之处，如果有一个山洞，却忽然挂着这样一副唐卡啊，在沉寂的历史长河，在我们人纷繁的过往，有一副唐卡静静的在那里啊，我脑子里是这样一个镜头。你看着这个唐卡上的佛菩萨的这个那样子深远的这种表情，那个微笑的力量可以抚平我们心灵的种种不平的情绪，不管是狂喜还是忧愁，是冷漠还是浮躁啊，这个唐卡上说给带给我们的那种心灵宁静祥和光明透彻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吴碧云居士非常有心的，在我们北仑地区的制高点供上我们人类文明的至高的文化、至高的福报，让佛放光，把这个金融中心变成一座佛塔。首先从精神上，从福报上，就成为我们北仑的一个福地，一个吉祥地。唐卡的含义，它的最原始含义，唐卡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有限的空间展现无尽的世界，这个叫唐卡，就是小小的一块有限的空间，你看进去它却是无限的世界啊。唐卡就有这样一个意境啊，像我们去到印度，到他的德里博物馆，他有大量的古代的印度的这些画作，在那些画作当中就可以看到唐卡的影子，它的制作规律基本上都一样的，所以要传达的都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开发我们的心灵，进入到无限的空间，无限的遐想，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向宽广的世界啊，
走向解脱。这就是唐卡的神圣，哎，唐卡的神圣。所以我就是借着唐卡这样子的一个含义，所以才来探讨我们这个怎么在有限里认知无限。我们在座的，我们生而为人，从咕咕坠地，每个人都在笑着庆祝着生命开始了。但是开始总有结束，没有不散的宴席，生标志着死亡的倒计时，日历夜夜先掉，也代表着我们生命一天去了，一天过去了，接近死亡。当死亡来临的一刻，所有的人都在哭。从生到死，真的生命这个终结只是死亡的啊，这个生只是死亡的开始，这个死亡只是生的终结吗？这需要思考的。这个人生它是有限的，不仅仅公司是有限的，人生也是有限的。那怎么样在这个有限的里面去发现无限的呢？这叫智慧。人一生几十年，如果一旦你这个有限的生命里豁然开朗，我们叫豁然开朗，哎，什么叫开悟？豁然开朗，你一开了，哎，你就在这个唐卡里，你看就这么小小一方块，哎，我们现在懂的，现在这个艺术品都是论方尺的、平尺的，哎，但是我们现在看不是说一平尺多少钱，我们要在这个一平尺里看到它无限，这是唐卡的本意。你在这个唐卡里要看到，这是时空隧道。从你有限的空间，通过你精神精气神的升华，与它神气相合，它是很奇妙的。如果说极乐世界是在我们这世界存在的，那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这个苦难的低维的世界，一个高维世界跟低维世界如果相通，是什么呢？通过什么呢？这唐卡就是一个这个隧道，就有这么神奇。你现在面对它的时候，你觉得是个艺术品。我们讲难听一点，做古了，我们变鬼了，那个时候再看啊，那就是个时空隧道，你是能进去的，一进去就解脱了。站在这个空间，这个就是一个低维世界，你进去了，你就进入极乐世界了，就进入高维世界了。就这么神奇，为什么唐卡这么神圣？正因为如此，唐卡也是无价的。尽管你买的时候有价，但实际上它来到人间，它所承担的这个意义，它是无价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唐卡了。唐卡是一个伟人一样，你怎么解读它？唐卡像一个历史的老人一样，你怎么仰视他？唐卡更像一个现在你面前的佛菩萨，你怎么追随他？他出现在你面前，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人如果这几十年找到自己生命要该做的什么，哪怕平台有限，我们也可以做无限的事业。啊，当一个人真的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一个人活着不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你就开始不一样了，那个正能量开始积累了，积累积累到一定份上，你就跟唐卡这个空间就通了。你就有资格进入唐卡里了，而不是站在他面前做一个观赏者。我们这个生命，有限的生命，
福、禄、寿也都是有限的。我们这个经商的这个商业，比如说商业大厦啊，金融大厦啊，这个我们吴碧英女士她就啊不一样，她把那个我们裘居士啊、裘大居士啊、我们宁波的大居士啊，请她来开书斋馆。我就跟我们吴碧英女士说：“我说你是招菩萨了，别人是招商，你是招菩萨；别人是招商引资，你是招菩萨引福报。”这个就概念不一样。我们记得有一句话，中国有一句话叫无奸不商，是不是？那我们往往讲无奸不商，意思就是是奸巧的奸，奸诈的奸，要做商人就要奸诈，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古代无奸不商什么意思啊？就是过去拿斗啊，量米不是拿斗吗？拿那个斗给别人量米的时候，要把这个斗要堆得尖尖的，要满满的给别人呢。你如果你那个斗，你不能装得尖尖的给别人，你这个生意做不下去的。经商的人啊，称秤也是啊，称那个秤，给买菜，我们到菜场里买菜，给我高一点，高一点。那个买菜的都会给你，哦，你看高不高？你看高不高？是不是？都会给你哦，然后嘣倒到你篮子里。你有没有做生意的说呢？哎，价钱都谈好了，然后给你给的滴滴的，那个秤砣往下滴溜的。请问你心里面生气不生气？那样子，如果他每次你去了三次，他都是秤，价钱讲好了，然后那个秤杆子都是滴滴的，秤砣的压的滴滴的。你想想看，你三次去过了，给你三次滴，你第四次还会去吗？你还会去吗？那每次价钱讲好了，都说高不高，高都打不住了。你看，你心里挺高兴，对不对？啊，最好那个菜到了你篮子再送你一颗菜，我那更是开心的嘞，啊，对不对？这个人心它是这样子的，人心就是这样的。所以拿过去拿斗，不管是秤还是斗。他这个斗给你的时候都是堆的尖尖的，尖尖的，尖不尖？尖不尖？哎呦，尖的，尖的！哎呦，谢谢，谢谢！哎，尖了倒在给你的口袋里，然后再抓一把米再给你，你就很高兴。哇，这太老板太好了！那你是不是天天到他这里来买东西啊？哎，就叫有舍就有得啊，舍得舍得。但是这个无奸不商，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错误的解读了。一个经商的人要懂得舍，要懂得尖尖的给别人。今天既然讲了无尽的财富啊，金融中心我要带一点吉利话，我们要讲一讲我们的财神爷。中国有两个财神爷，其中一个财神爷叫文财神，就是谁呢？范蠡。范蠡文明之魅力源自于他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文明之生命力更源自于他尊崇自然之道和敬畏天地之恩。华夏文明兼而有之，天道如是，人道如是，商道亦如是。道德经曰：有名万物之母，无名天地之始。有无同出于道而异名。万物生于有，而有皆生于无。唐时在有限的时空里能够觉悟到无限的时空，虽匹夫而不穷。极目所望，目里虽穷，一个名字自春秋末起在华夏绵延千年的商脉上赫然而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人生际遇虽跌宕起伏，但在人生不过百的岁月里，将有无相生的创业之道，进退有据的得失之道，和福祸相依的因果之道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就是范蠡。
里帮我们越王励精图治，最后恢复了国家。但是恢复了国家之后，范蠡就跟越王就辞官了。在吴国的时候，把吴国打败了之后，然后他就跟越王说，我完成了我的任务了，我要走了。越王非常的不舍，因为他比宰相还对他有用啊。越王没有范蠡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复国的，就这么大有恩的人。但是范蠡这个时候就带着西施就荡舟在太湖，隐身于浩渺的湖面上。对于吴越的人来说，就是说范蠡不知所踪。但是中国古代啊，那个时候主要的高速公路是什么知道吗？那个时候高速公路是水路，所以从太湖就通长江，从长江就现在的你比如说高明寺，那个水路从扬州然后就一直到了山东的齐国啊、鲁国啊，他就开始隐名埋姓，换了姓和名。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吃以子皮，就做生意。这样子有思想的人做生意，就像那个巴菲特一样，像那巴菲特“千金散去还复来”这句话就是讲陶宗的。他不久就成为大富翁了。他每次做大富翁的时候，他把钱全部都散掉，全部都散掉，散得干干净净的。然后过两年又成大富翁了。现代的巴菲特版本就是，巴菲特你看到比尔盖茨把一千多亿美金啊做慈善机构，作为一个慈善基金的时候，巴菲特说：“那我有500多亿美金，也给你做那个吧，基金吧。”过了两三年，巴菲特又三五百亿美金了。哎，这就是现代版的，古代我们中国版的这个陶朔公就是这样。所以中国有一句叫“千金散去还复来”啊，这钱是身外之物啊，这是一种气度。就叫越舍越能得，为什么？你有舍的度量，你有这么大的度量。我们讲钱是不是流通货币啊？钱是不是流通货币啊？请问是人追钱还是钱追人啊？我们在座搞明白，是人追钱还是钱追人？如果人追钱的时候是怎么样？请问追得到吗？你人跑得快还是钱跑得快？哎，反过头来，你这个人有福报，钱追人，请问你躲得掉吗？哎，像范蠡他就这样，千金散去还复来，又不久又成为富翁。然后齐国国王知道，哎，我社会上有这么一个奇人呢，大善人呢，招到宫中来，一谈之后，就哎呀，这个特别的就，这个王就礼贤下士啊，恭请他，你做我的宰相吧。这个是范蠡，那个时候吃以子皮，哎呀，看这个国王这么样子的谦卑，这么样子的礼贤下士，就答应他了。中国就有这样一句话叫人为知己者死啊。国王请他做宰相，请问作为这个范蠡来说，是不是他心里面是不是我很想做这个宰相？他会不会我很想做？有没有？他要想做，他越国他就根本不要走的呀，对不对？那还了得，富国大臣，那简直。所以他也是看着他的面子啊，算了，我奉献吧。结果几年之后，哇，齐国又大兴了之后，又马上辞官隐退，又隐名埋姓没有了。然后再走就走到了
山东跟河南、河北交界的那个，在现在的我们国母的家乡，山东菏泽，菏泽里面有个叫定县，定县，因为陶朱通到那边的，所以后来改名为了纪念他，就叫定陶县。他就在那里又做生意，安家落户，啊，然后最后就去世在那边。现在坟墓也在那边。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因伤而死，告子夫差避吴望越。夫差厉兵秣马，准备复仇。两年后，勾践与先发制人攻打吴国。范蠡劝谏：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越王勾践强为，结果兵败贵济山，携妻子入吴为奴。吴王夫差力劝随行为奴的范蠡投吴，范蠡答曰：臣闻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与勇，蒙大王洪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被扫除，除给驱走，臣之愿也。公元前473年，勾践伐吴，越王摆宴姑苏台，吴王亡身于行山。死生契阔，卧薪尝胆，范蠡忠心辅佐勾践，成就了战国史上令人侧目的反败为胜20载。名与身属亲，身与祸属多。贵为越国大夫和上将军的范蠡，贤明有度，他书信文重，侠义仗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子何不去？同为勾践股肱大臣的文仲摇摆不定，称病不朝，不久他就收获了自己的天真。勾践派人赐来一把寒光利剑，子叫寡人伐吴七数，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世之。文仲福见自刎。知足不辱，知耻不殆，范蠡保身留名，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多视之为谋略家。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仅仅将范蠡列在圣人和仁人之后的第三等智人，盖因范蠡最后选择离开越王，未尽人臣之中。离开勾践的范蠡，在正史中虽屈身而居，但时势造英雄的春秋列国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名垂千古的大门。大则星云吐雾，小则引介藏形。春秋末期，铁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手工业非常发达，商贾逐渐兴起。范蠡出生的时代赋予他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的社会土壤。几经辗转来到齐国的范蠡更名为蚩夷子皮，垦荒耕作，经营副业，价值万贯，仗义疏财，节节淋漓。齐王闻后将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相国。时近3年，范蠡面亡，归还相印，散尽家财。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如是记录范蠡的感慨：居家则指千金，居官则指卿相，此不衣之极也。
久寿尊名不详，不但舍官而且舍财，范蠡把人性当中很难割舍的两件外衣剥得干干净净。又是一届布衣，第三次迁徙的范蠡将安身立命之地选在东临齐鲁，西接秦政，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居于天下之中的山东定陶，春秋时期一个称为陶的地方。从春秋到汉代的800多年里，陶被视为天下之珠，不出几年，他家资再起，富甲天下，遂自号陶朱公。在这个交通便利、士农工商五方交杂之地，范蠡下则资皮，东则资蚩，汉则资舟，水则资车，后时转物如十一之力，当地民众都尊陶朱公为财神。司马迁说：“范蠡三千，皆有荣名。”回望华夏五千年，圣贤之士繁若星空，范蠡之荣名没有止步于明哲保身的世间聪慧，他既坚守内圣外王的儒家品格，又融汇上善若水的道家风范，穿梭往来于宦海和商海之间，不贪其贵，不恋其利，完美地诠释了心中之志与手中之富。后世之人得以从范蠡的一生里感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居的王者境界。像我们小时候还不错，我们家里用的那个秤呢，16两秤，16两的秤。哎，你说这样奇怪了呢，我们中国人的秤为什么16两呢？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大家知道吗？这个秤16两的秤是谁发明的，知道吧？这个秤就是他发明的。啊，那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到现在用的那个秤，这个秤里面就凝聚了我们中华文明，我们祖先的智慧。你看那一杆秤，秤的那个秤杆是什么颜色的？是什么颜色？一般性紫红，都是深色的，深色代表着夜空。秤杆上那个星，那个星，那秤星，那秤星什么颜色？是不是白色？过去一般都是用银子做的，银子做的，白色，亮晶晶的白色，代表夜空中的星星。拿着这杆秤，就已经拿到天地良心了，知道吗？天地良心了。所以我们说叫天地间有杆秤，这个秤就是代表天地良心，代表公道公理，代表天知地知。说一个人在天下做事，不管你在哪儿，都天知地知。你看这个秤，同时这个秤，你看我们现在你到世界各地去看啊，很多地方还是用秤，但是秤跟我们中国秤是不一样的，只有中国的秤是这种的。你到印度去看菜场里卖，他也用秤，他用的什么？是天平秤呢。那你想到现在他们还用天平秤呢？天平秤是什么？天平秤是它的那个支点，拎秤的地方是在当中，这边砝码，这边的菜如果是10斤，那这边砝码就要放10斤的砝码，你说累不累啊？那拎秤的人也就是要拎20斤，对不对？那是不是？我卖10斤的菜给你，我这边还要压10斤的秤砣砝码，那是拎卖菜的人是不是要拎20斤啊？拎20斤在菜才你看为了成交10斤，我要拎20斤，那这个拎这个卖菜的人一天下来是不是要累死啊？
那你看中国在吴越的时候啊，哎，吴越那个是什么时候啊？春秋战国啊。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已经就用那个秤了，用那个秤你看这边十斤的菜，这边十斤的菜，这个秤砣多少？秤砣要不要变？秤砣不要变，秤砣只要在这个秤杆上移动就可以了。现在印度人还用那个呢，哦，我这称十斤压十斤砝码，五斤压五斤砝码。哎，你看忙的忙不忙啊？你卖菜的时候边上要弄一堆秤砣，对不对？一堆砝码要换，麻烦不麻烦？中国你看春秋战国的时候不用那么多砝码的，就一个秤砣在这秤杆上移就行了。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智慧不智慧？哎，所以一杆秤里有杠杆原理，有物理学，哎，这个里面除了有自然科学，一杆秤里还有人文科学，有社会科学，有道德，这个是一个这杆秤里学问大了。我们讲了中国的秤，那为什么一斤是十六两呢？为什么一斤是十六两呢？哎，那既然这个秤，那个黑黑的秤杆是深色的，然后星是代表星星，那这个星星里面又代表着天和地，所以南极是六颗星，北极是七颗星。北极是代表地，南极是代表天，所以天地的六颗星和七颗星加在一块是十几颗星啊，十三颗星。所以这杆秤代表天地，所以你做生意的人，你在天地面前，请问你敢不敢昧了你的良心？你敢不敢？你要是欺负客人，你就等于是欺负了天地，你欺骗了天地。所以说哪怕是一个要饭的来给你买菜，你都不敢欺负他，因为虽然你这个面前顾客是个要饭的，但实际上你这杆秤是天地啊，天地给你做证明啊，你要欺负他天地就不饶你啊。那你说嘞，那是不是十三颗星吗？那还有三颗星，那不十六两吗？一斤十六两吗？那还有三颗星代表什么？那三颗星就代表我们每个人头顶上还有三颗星，叫福禄寿这三颗星。福禄寿，也就是说我称秤的时候，我不多给你，我也不少给你，我也能面对天地的，对不对？但是我要少给你，不单单天地知道，我如果我少给你，我就又加进了那三颗星，你要少给就少的水。你是少，就比如说要饭的来给你买东西，你是少给要饭的吗？不是少给他，是在你的福禄寿里就减少了。如果你多给那个要饭的，我这个秤，哎，我往外拨一点哦，十六两的，我多给你一点哦。请问获得的是那个要饭的吗？多给的是要饭的吗？不是，是自己的福禄寿增加了。请问你拿着这杆秤，你还敢欺行霸市吗？你还敢做昧良心的事吗？所以中国这杆秤叫童叟无欺啊，童叟无欺。不管是有社会经验的老人家来，还是一个门门不懂事的一个小孩子，你作为做生意的人，你都不敢欺负他，因为你欺负他不是欺负他，你缺一点就缺自己的福，再缺一点就缺自己的寿，再缺一点就缺自己的禄，福禄寿，哎，你短你自己的，短谁做证明？天地做证明啊。所以中国这一杆秤，你看学问大不大？非常大了。所以当我们一解放之后，你看一解放之后把十六两的改掉了，你改掉了，改掉的不仅仅是秤，
改掉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改掉了我们中华人民、中华炎黄子孙的做人标准。中国的商人以及商业文化，都与从商丘崛起的商朝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商，古代专指商丘，商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之名。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诗经》《商颂》称颂和祭祀祖先的赞歌，商朝历史由此起幕。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殷谢母曰简狄，有聪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御，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殷运生谢。殷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谢被舜封为司徒。殷居于商地，此后谢的部族皆以商为名。谢为商之始祖，商族以玄鸟为图腾。管子曰：“殷人之王，力伯劳，服牛马，以为民力。”商族已经能够驯服牛马，并且圈养牲畜。相传谢的孙子乡土开始使用马车拉货。诗经：乡土猎猎，海外有节。到了谢的六世孙亥，商族部落开始使用牛拉车载物。只要远远地看见有人驮物交易，人们就知道那必定是商人。待到谢的十四代孙汤做首领时，夏桀残暴，汤联合各个部落聚于明条，打败夏桀，成为商朝第一任君主。自谢至汤，经过十四代人不懈努力，商由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为强大的王朝。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曾如是哀叹的，就包括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帝辛及商纣王。虽有天资聪颖之禀赋，且有稻叶九牛之威，终因酒池肉林，于公元前1046年将商汤600多年的基业断送殆尽。商民善于经商，因而西周初期将商朝移民称为商人。左传称：“士农工谷，不败其业。”行曰商，畜曰谷。我国古人称商人为行商作谷，行走贩卖货物为商，驻地出售货物为谷。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商贾、郑国商贾和越国商贾一度非常活跃。自商鞅变法后，商贾的地位一落千丈，各国纷纷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在秦国，罪人或者俘虏才做商贾，而范蠡恰好出生在商贾非常活跃的春秋时期。战国初期，以商业立国的郑国尤为醒目。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异母兄弟姬友于郑，然周天子示威，没有多余土地赐给姬友，
就把商代后裔的工商业奴隶赐给弟弟作为补偿。姬友就是郑桓公，他把家族、部属以及奴隶全部搬至新郑。那些同来的工商奴隶胼手胝足，郑桓公投桃报李，解除他们的奴籍，与之订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谷。郑国成为率先打破西周的工商史官制度的诸侯国。工商史官制度即手工业者和商人都是官府的奴隶，他们给官府生产手工产品或者贩卖货物，官府给他们提供粮食等生活用品。包括做社会精英，做社会精英痛苦还是幸福？很痛苦的。社会精英是社会的一种责任啊，是一种承担啊。老实说，我们就做普通人，离天堂很近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自己，知道不知道？我们如果这个做人想明白了，想明白了，就是有也快乐，无也快乐；如果没想明白，是有也痛苦，无也痛苦。没想明白，你看我没有多苦啊！追求有，要追求有。追求有你就能追到吗？追的过程也痛苦，你追求到了还痛苦，更痛苦。哎，你的道德，你的道德层次，你的福报层次没有到，但是你却拥有超过你福报的金钱，请问这是祸还是福啊？是祸啊。那请问那个是不是苦啊？那是苦啊。所以一个人想明白很重要，想明白你就幸福了。幸福不是因为你获得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觉悟了什么。哎，承认不承认？哎，这个是你觉悟到了，有也快乐，无也快乐，有有的快乐，无有无的快乐。有钱，我能够使用钱，我是钱的使用者。我能掌握钱的去向，我能把这个有限的钱投到无限的福报当中去，那你快乐不快乐？你也快乐。无有无的快乐啊，无没有钱一身轻啊。哎，你说有钱，有钱你想想看，那个钱你放到哪儿？你放到银行里，利息太少；放到期货里，期货会套牢。放在股票里，股票会，对不对？哎，这个苦你们比我尝的多啊，我没发言权啊，这简直太苦了。这个甘于淡泊，这不是很幸福的人生啊？他就是不甘心啊，人不觉悟啊，觉悟了，有的乐，无有无的乐。哎，跟你说，哎，要觉悟了还要想呢。现在就说了，财神爷跟你现在啊，把你调到财神爷这里，就问你了，我现在准备让你发财，你想不想？觉悟的人还要想一想呢，我要不要发财？我要发财了之后，那我可忙了。我要行使我的使用权，那你看那可忙了，要动脑筋，要给谁？那不能白给，那弄错了有罪的。那钱到你手里，你要使用错了会有罪的，使用对了才有福啊。哎，所以你想想，那财神爷都说，你说我就拍板了啊，你要多少？那你这会要动脑子的，我要多少呢？算了吧，我还是不要算了。哎，是这样的。哎，所以我们过去的，我们佛教界都有这样的，我们的庞大师，就是唐朝的庞大师，家里特别有钱，后来装了满满一床那个金银财宝，跑到湘江汉江口，倒掉了，别人都手指都点了，哎呀，你这个老居士啊，你那么钱做好事也可以啊。你说他怎么说？他说我累世为布施所累啊，越布施越有钱，你知道吧？越
越布施越有钱，越布施越有钱，我被钱套住了。我他说那你基本上你过日子还要过，过日子还不简单吗？一家老小编个草鞋就行了，一天编几双路上卖了回来过日子，有儿子也不嫁，有女儿、有女儿也不嫁，有儿子也不结婚。哎，你看这什么日子过的，就那么简朴的，有儿不婚，有女不嫁，一家共团圆，同说无声话，都安住于在有限的生命里，安住于无限的生命风光之中。哎，他那个女儿叫灵儿，那爸爸那天他要圆寂要走来去佛国了，哎，跟灵儿交代两句，灵儿一听就听出意思来了，他正好外面有敲锣打鼓的声音，爸爸爸爸外面敲锣打鼓干嘛？结果他爸爸就看看去，他就到门外面看了一下，回过头来他女儿双盘腿坐着的已经没气了，比他走的还快。你要去极乐世界，我先去。哎，你看这就是一家，这一家人，这一家菩萨，你说开心不开心？什么东西最保险？当你有限的这个里面，你觉悟到无限的，这才最保险。你跟极乐世界签了合同了，这是最保险。你在你的低维空间，你跟高维空间已经通达了，这个时空隧道已经通了。那南无，南无就是时空隧道，南无阿弥陀佛，就通过这个南无的时空隧道进入到阿弥陀佛世界去，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每一副唐卡就是时间隧道，时空隧道。但是我们这有限的生命可不可以发出无限的光和热？可以啊，就是看你拿这个生命干嘛。你要用错了叫害人害己，有限的提前结束，福禄寿用完了，对不对？如果你用了对，福禄寿增长了。在有限的一个唐卡上，你看这篇，哎，都可以展现无限的世界。如果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我们有限的时间都可以啊，享受无限的这种荣光，无限的这种财富，那人生也是这样的呀。我们的公司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厂，我们所做的事业的平台是有限的，但是你要做的事可以是无限的，是不是？当今社会流行一句话，无奸不商，意为不奸诈就不能做商人，换句话说，商人都是奸诈的。在古代有无奸不商之名，没有无奸不商之语。古之米商深谙舍得之道，交易的时候总不忘记米斗里的米冒出尖来，尖尖的给别人。从昔日的无奸不商到当今社会的无奸不商，看似一字之差，实则是对华夏商业文明的严重曲解。这种曲解某种程度上严重侵蚀着维系商业社会平衡发展的道德基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这是易经留给炎黄子孙的文化瑰宝。古人还有寄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华夏文明的朴素因果观，涵盖个人的祖先、父母乃至儿孙后代，所以大学给出人文教育的终极关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佛教文化看来，积善是因，余庆为果，
即不善是因，余殃为果。凡夫多见余庆和余殃，而不见本性和本殃。不见不等于无，譬如黑夜不见一切物，不等于一切物悉皆消灭。三世因果歌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大宝积经云：纵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若求财富，先看福报。福报代表人的一生当中的经济环境，有福报的人做事顺风顺水，没有福报的人做事逆风逆水。对于家庭而言，家长没有福报，家庭就很苦；对于公司而言，掌舵人没有福德因缘，这个公司就很难发展。福报大的人，所庇荫的人自然就多。福报要修，修德修福在于实践。有福报之人就像范蠡，虽散千金还复来；没有福报之人，即便得到巨额财富，也会因没有道德修养，不但不能够积累财富，还会造诸罪业。所以古代大德说：远去金成铁，时来铁成金。华夏商道从来都与华夏文明并行不悖，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商之道富而不欺。商道从于人道，人道顺于天道，天道无亲，常于善人。所谓大象无形，大爱无言，大商无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于己有利而于人无利者为小商，于己有利而于人有利者为大商，损人之利以利己之利者为奸商。没有天道和人道的滋养，商道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所谓大商谋道，小商谋利。谋道者道利兼得，求利者道利俱失。范蠡三次散尽千金，为后世之人演绎的，恰恰是华夏文明的商业道统。